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对位中式局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嘿，看好了，我们再也不要提这事儿了。再见。节奏的话，别怕，全军出击！我操，给你跑了吗？大鲨鱼，你们可以给我一下，给我一个就血赚了。踩一下，摁一下，走。两级了，你想不到吗？我已吃了个经验的，臭小子！我操，我挨兵了，失误了，不然你再挨他一下的。可惜，可惜。想看戏法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戳一下，扑个骸骨。来了吗，莉莉啊？下。哇！有影子！摸过去了。有点可惜。我们那天刚刚怎么才两级啊？不好推的。走了走了，这不打了，这边中间两个闪还行。你要控我线吗？控我线。夏兰的祈愿针还没控制，刚我都以为你一下出了个至尊的，30个是能出至尊是吧？再快一点，没闪现你往哪逃，嘣带走。这一波对面应该心态要炸了啊，不知道。我们走。
你试一下吗？我肯定我要亏线的。带走，给他烫死。永恩怎么没死啊？一个血，我全打残了，哥们。真难受，全是残血。八十一个还行。我精力拉长了，主播。要和游泳一样。别动他，杀了吧。所以刚逼动他也行，也能杀，但他开 W 也跑不掉，不行。结局是不变的。知道谢德来了，怎么来这么快呀、啊？操！又来了，你歇着，你不对线是吗？这样玩。哎呀！闹麻了，这人很想操作啊，没办法呀，不给你操作呀。
看一下上路，我感觉不好抓。跑得很快。第一点还是给巫妖，不然你不出巫妖的话，你的伤害跟 CD 都跟不上，你知道吧？蓝的话，我们带法力流气带，稍微能解决一点。差不多，感觉每条路都这么难抓，兄弟们。这把永恩是没得玩了，他现在中路塔没了，他也很难发育了。我们只需要游走，只要游走，总能抓到人呀。凯旋伙伴是去休息了啊，休息了，削弱他去休息养伤去了。我有我们的玩法呀，兄弟们，再杀一波闪电让他彻底报废是 OK 的。这个线我估计闪电会来，就算永恩来我也能杀他，没事。传送了，传送了，哥们！我靠，这为什么我一上，他们一大群人都在下路呀？怎么这么倒霉啊？鲁登伤害会低一点，现在，因为现在鲁登触发频率很低，12秒 CD 太久了，各位不好出，不好出。复习是携带加超然，目前这么带的，出巫妖。会稍微弥补一点你的蓝蓝跟 CD 啊，能接受。看谁中了闪电石，等一下，夏蓝又中了，恭喜！我们再来开一个啊，大家可以这个车载再参一下，赚到兄弟私信和你们支付宝就可以了，收费50的奶茶啊，直接转你支付宝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。然后一个车载也就中到守护，中到守护这个还能加入主播的微信群，有个12的牌子啊，会有牌面，还有个粉钻啊，有10000亲密度。可以参与一下。莉莉亚，现在伙伴也触发不了，你那个伙伴12秒，我真的说很难很难触发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上去吧，剑坤上路打不过呀，上来我下去了，上去了，算了吧。你两个人就别浪了吧。
现在小龙在打蓝，单蓝一人一个男枪，你只得打蓝，单蓝就一个蓝不行啊。你把小龙打了，你打蓝。来来，骂他，哎，一下死了。我有杀戮的，不用怕，我有杀戮。流氓怪人没用呀，哥们，开杀戮，挡个 E， 就差永恩拉开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都得给我死。一起来踩个铁男，再 WQ 拉开。A 一下你怎么说？能留住吗？哦，上塔没事，我们再接着再下吧。这个法语打团打个三十个亿没问题。绝对是没问题。鱼雷跑得掉吗？直接秒他，太平了没有用。 A 他 A 他救他 A 他，他刚怼墙被我撞到了。他也死了。哎，不死我们开大龙呀。我真的服了，控了我几秒呀，动都动不了。没打到我。完，没有杀戮，我靠！
我操！咱们几个人他是打不过呀，给杀一个，开杀戮，你俩 Q 一下 A 一下，兄弟们一丝血，我尽力了，该大的该打的伤害，该骗的技能都骗了呀。嗯，尽力了。做盾弓他们扛得住呀，这一波 AD 没闪，但莉莉娅杀了好多，敢锁吗？秒 ，OK， 八把 C， 兄弟们，可以。 OK。